新闻正前方。晚上五点一到，刚子马上开唠，新闻正前方开始直播。先来说说丹东凤城的陈刚伙伴。这陈伙伴啊，今年已经快花甲之年了，他有三个姐姐和三个弟弟，可是现在呢，他是每天都在为自己几十年没见过面的老弟弟发愁啊。这个又是咋回事？咱们看看。哎，说到我一个弟弟，我这个弟弟呢，在农村呢、出生的时候家里特别困难，在他三个月的时候又叫别人给领走了，领养。当年确实家庭条件不好，因为那个时候连那个电都没有，点的没有的，吃的也很差，所以说也确实是父母也觉得可能是姐没钱买奶粉。他说当时家里已经有六个孩子，条件实在太差，无奈父母只好选择把老儿子送人了。当时确实是我那个姨姥领的北西的一个人到我们家，把孩子领走以后，再照我这个姨姥呢，我姨姥也去世一去世，所以说我跟这家呢，我父母跟这家也没有联系了，所以说就始终也是一点信息也没有。他说父母年龄大了以后就一直惦记着看看自己的老儿子，可一直也没有找到线索。哎呀，父母那就是二十年前找过，去北西也找，但是呢后期九九年两千年就是父母都走，相继都离世了。临走的时候也交代这个我弟弟姊妹说能最好把我这小弟找，其实我也找了多少次了。他说虽然他们姐弟六个从来没有放弃过找老弟弟，可他们有的线索实在太有限了。他是72年出生的，我就知道他是属鼠的，今年52，送在北西一个姓杨的家，这就是他是一个回民。父母呢是一个厂的医生，这就是这四条信息。现在陈刚就希望这辈子还能让他们姐弟七人重新团聚。我也想把这个弟弟能找到，因为我这个姊妹呢还很多，姊妹六个，他是最小的一个，我想找到以后跟这些姊妹能团聚一下，这也是父母一个遗愿。我这是希望他知道，让他知道还有哥哥姐姐在一个市场姊妹好几个都特别想他，都特别想跟他相认最好。如果有线索的话能帮忙帮我寻找这个兄弟，谢谢你。这陈伙伴啊，他这个弟弟出生在丹东凤城，在他三个月大的时候呢被送到了本溪一户姓杨的人家。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个留下的线索也并不多，但是陈刚还是不想放弃能够寻找到弟弟的任何一个机会。所以说这个事儿还得拜托刚子万能的伙伴们啊，如果谁要是知道陈伙伴弟弟的线索，024-2318-6688，麻烦给咱们来个电话，咱们也帮着陈伙伴圆了这个合家团圆的心愿啊！在这儿先谢谢大伙了啊！哎呀，虽然现在很多的伙伴都已经上班了，也马上正月十五了哈，但是从这个宽泛点的意义上看啊，不出正月，我们还是有满满的过年仪式感。想反驳我别着急，哎，这么说吧，我问一个问题，你就说啊，你在不在意不除正月你敢剪头不？你看你妈削不削你就完了是吧。人你看正月不剪头这个啊，虽然没什么科学依据，但是也一直是咱们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为啥？这不用我细说吧，那怕舅舅们不乐意呗。原本呢、这个剃头呢，人说是就是思旧啊，这一传开以后啊，传着传着就传成死舅舅了啊，就玩的算是一个谐音梗，所以各位舅舅们就躺枪了啊。虽然大伙儿呢也都是心知肚明，
哎，也都还在尽量控制着自己的心情，这图个吉利呗，大过年的哈。你看，像类似这种习俗，我不知道大伙儿还听到过啥哈。浙江杭州有一位女伙伴姓杨啊，她今年过年呢就让老人给上了一课。她咋的呢？她趁着头两天杭州啊，晴天大太阳，她看这，哎呀这好啊，前两天就把被给拿出去就晒去了啊，太阳好，阳光足，她还有时间晒晒被子杀杀菌，本来这很正常点事啊。刚过完年嘛，这还没出正月呢，家里边老人看到以后，哎呀如临大敌，哎呀这干啥呢，快点快点快点拿起来，这功夫上了勤勤劲儿了，你快点的，这大过年你晒哪门子被呢，你这杨伙伴也没明白啊。今儿外面天多好，阳光足，晒一天呗，完了晚上盖被嘛，那不得老舒服了吗？还老舒服了，你让不让我消停过年了，你添堵的吧，跟我，你起开，快点把被子给我收来。人说干活怎么还让批评了？怎么回事？老人说了，说你们那年轻人呐，啥也不懂。正月里头，你看谁家洗被了，谁家晒被了，不吉利。说这个是咋个不吉利？哎，这我好信儿，我还真查一下子，不少地方啊，还真有这习俗。这也是玩的一个谐音梗，因为被子这个被呀、啊，它跟点被这个被也是同音，同音不同字是吧？潮湿这个湿呢，和时间的时啊也差不多，所以说习俗就觉得认为说把被给洗了，沾水湿了，啊被湿了，那就是点被的时候到了，所以说正月里头你整这么一出。就是不洗被不晒被，新的一年好运就不会被洗掉，你说这是这讲究一般还不知道啊，年轻人。杨伙伴听说这玩意儿以后，这事儿以后，哎呀弄得哭笑不得的，你说之前是真不懂不知道。其实类似这种什么图吉利的这个各类的习俗还有不少，特别是在各位老一辈的眼里边啊，正月有很多禁忌。你看有一位钱大姐，她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临平人，她说啊，正月里头我们这儿不行吃豆腐，特别是她这个地方临平啊不行，一般正月都不吃豆腐。你说豆腐咋，豆腐招谁惹谁了呢？你看这玩意儿咱这边也有这习俗啊，因为豆腐本身跟豆腐它自己本身没啥太大关系，因为豆腐啊一般民间你看有丧事的办白事，哎摆席最后一道菜都上个豆腐，正月里他要吃这玩意儿呢显得就不吉利了啊。还有啊，这年夜饭不能吃光了，得留着剩菜，这个从大伙儿的朋友圈我也能看出来，也不用留，谁家也没有吃了了的，吃不了啊。正好年夜饭这个菜品按照传统来说就是得要准备的多，不能吃完了，哎得留给新年一些，代表着年年有余嘛啊。还有什么啊，大年初一不扫地，哎这大年初一不动扫帚，不倒垃圾啊，这都是老讲究，意思就是怕扫走运气，什么破财又什么的啊。你要非得要扫呢，必须是从外往里这么搂啊，还不能往外这么扫啊。还有的地方啊，大年初一就开一扇门，你看一般有的这个尤其这个大院的哈，对开门的大年初一就开一个，这叫开财门呢 啊人家说了，但是开财门穿堂风不行，穿堂风不留财，所以说大家伙往往啊家里边这个外边大门呢就开一半一扇，你看这就不太适合咱东北是吧，咱东北哪有冬天开门呢，太冷了是吧。还有什么过年的习俗，还有什么过年的禁忌，大家伙想到的知道的微信平台
可以发言啊，可以留言给咱们。对于这些个无伤大雅，对吧？咱比方说啊，你说是晒个背呀、啊、扫个地呀、啊，个人觉得啊，这老一辈觉得图个吉利，不让咱整，咱晚辈就顺着点儿，那玩意儿没啥的，对吧？不影响啥，不扫地不晒被子，它也不影响啥，没必要大过年的跟老人惹心里头不痛快，是吧？但是像那些后果比较严重的，比方说，有些个老伙伴过年图吉利，说是啊，也是说图吉利，得了病了，不上医院，不吃药，这耽误病情这样的，这可不行啊！这咱们当儿女的一定得制止，这咱心里头得有点数。嗯，然后对于这个传统的习俗啊，咱得辩证的看，哎，争取呢吉利和健康欢乐能做到并存。行了，我这说了不少了啊，该到伙伴们了，你们了啊，你们还想到什么传统习俗？哎，你们对这事儿是什么态度？微信平台等大伙儿啊。哎呀，有这么几句诗哈：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你看，这是唐代的诗人白居易，他这一首叫《问十九》这诗，我估计白居易自个儿都没想到，能在历经千年之后，这诗还能爆火一回啊，成为现代人一种新的休闲方式。啊，你看我一说到这儿，有的伙伴猜出来我要说啥了哈。对了，就是最近一直挺火的这个围炉煮茶。之前咱们就说过啊，一杯暖茶下肚，偷得半日闲暇，围着炉边说说笑笑，打卡拍照，这本来是个雅趣儿，挺好啊。不过这里边的隐患，让江苏扬中的这个母子俩啊也中招了。各位伙伴们啊，千万千万的可不能大意啊，跟风赶时髦，什么围炉煮茶呀，但是咱也得加小心，可得上心呐。春节假期，江苏一个50多岁的男伙伴和70多岁的母亲在家中用铸铁炭火炉围炉煮茶，母子俩架起炭炉，摆上茶壶，茶香袅袅，只是万万没想到这样的氛围感出了大事儿。当天因为天冷，煮茶时他们关闭了门窗，时间一长导致两人一氧化碳中毒，家里人联系不上他们，这才报警打120求助，可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还是晚了一步，母子俩已经没了心跳。其实除了围炉煮茶，在屋里取暖吃同不得，同样大意不得的还有下面这事儿。上月31号，云南火车站台上，大部分的乘客伙伴都在站台上等车，都遵守乘车规则，站在站台黄线以内，偏偏有一个3-4岁的小女孩不知害怕，就是要站在黄线以外看火车怎么开过来。这时孩子家长非但没有把孩子拉回来，更是拿起手机向前一步，对着鸣笛进站的火车拍起了照片。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多次大声提醒都被无视，最后只好上前把二人拉回黄线以内。网友评论，带孩子还这么不听劝，这心得是多大呀。这两天内蒙古赤峰这段村里高端角儿喜宴的视频在网上火了，伙伴们看完后都说大开眼界。没错，眼前这辆大卡车会变身，车尾箱徐徐打开，出现老马酒店的门头，接着侧面机关也依次展开，一座装修到位、设施完备的移动酒店出现在眼前。这个移动宴会厅完全展开只需要40分钟，一次能摆20几桌，车内自带地暖和空调，解决了户外吃席可能遇到的天气不便。卡车变身移动酒店，吃席的地方随便选，机关打开一步到位，可谓是实惠又方便呐。一分一秒铭记着奋斗的激情，一时一刻写就了坚持的热情，日历翻阅间时光在奔忙中流逝，
四季更迭中，梦想在追逐中起航。一条精彩视频，一场鲜活报道，和你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你为生活总有无奈与不舍，依旧向上。我守护你，总有感动和难忘，常在路上。好身体是基础，好心情是幸福。你的生活里偶尔有我，我的岁月里全都是你。坚守信念责任，何惧雨雪风霜，肩负使命担当，更应出力图强。新闻有力量，生活有希望，关注热点话题，解决生活难题。感受时代的脉搏，捕捉烟火的清香，共筑内心的温暖与美好，日子天天过，天天都有乐。岁月常新，美好常在。2023，看见更美的都市，遇见更好的自己。都市频道2023年的新年台历，在火爆的派送中，密切关注我们各档节目。你看这时间过得真快，这一转眼啊，2023年2月份，这都过去两天了。从2月份开始，有一批新规开始实施。来吧，各位，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宣传弘扬英烈精神，更有力彰显对英烈的褒扬尊崇。新修订的烈士安葬办法自2月1号起施行，主要修订内容涉及调整主管部门，完善烈士送迎仪式，健全烈士安葬仪式，增加搜寻发掘烈士遗骸安葬内容等，推广疼痛综合管理，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工作方案自2月起进入组织实施阶段。方案明确，2023到2025年，国家将在部分二级以上医院开展疼痛综合管理试点，力争实现试点医院门诊、急诊和住院患者及时获得疼痛诊疗服务，加强城镇水污染防治，进一步呵护美丽家园。新版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自2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加强对污水排入城镇排水管网的管理，保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防治城镇水污染。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排水户的信用情况，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措施。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通知，自2月6号起，试点恢复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赴有关国家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试点名单中包括我们熟悉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还有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阿联酋、俄罗斯等一共20个国家。为进一步便利境外中国公民办理身份证、驾驶证等业务，便利回国后正常使用证件，公安部自2月10号起推出6项政策措施，其中3项是便利办理驾驶证业务措施，包括便利延期换领驾驶证、便利回国换领驾驶证、便利持境外驾驶证换领中国驾驶证。另有2项便利办理身份证业务措施及1项便利查询出入境业务和管理的政策。进入到5、9之后啊，不知道大伙儿是不是跟我一个感受啊？有时候你看这个天气预报哈，明明报的时候温度上来了啊，这暖和不少，但是只要北风一刮上，你就怎么是艳阳高照啊，你是大太阳，你也暖和不到哪去。这两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咱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将要普遍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伴有4到5级风，东北黄淮、江汉等等地方部分地区阵风甚至能达到7到8级。随着新一股冷空气到来，我国大部自西向东迎来降温，其中青海、川西高原、吉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6到10摄氏度左右，长江以北大部地区有4到5级风，华北、东北地区、黄淮、青藏高原等地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到9级，
二月一号，西北至华北、黄淮、江淮一带降温最明显。二号降温区域将向南转移至长江流域一带。气象专家提醒，冷空气到来，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又将有所起伏，特别是江南一带前期气温回升明显，基础温度高，冷空气到来，气温将明显下降，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此外，冷空气影响期间，长江以北地区风力较大，外出需注意远离临时搭建物。北纬42度，黄金乃元旦，天生非凡，珍惜娟山乃元，特别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助力全面成长。辉山奶粉因为珍惜，所以珍贵。妈妈去过很多地方，可是她说还是辽宁好，不光是好玩的地方多，好吃的更不少。哎呀，我的口水。走在这红墙里，空气中都透露着历史的味道。街上的车水马龙，晚上的灯火璀璨，时刻提醒你一天三顿小烧烤的魅力。可别小瞧了烧烤，在锦州那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妈妈说辽宁新鲜好玩的事儿很多，我想赶紧长大，去发现，去体验。每一位来辽宁的人，其实在和我们一起发现。你看，春节假期是结束了啊，但对于我的各位小小伙伴们来说，现在还是可以放松的时候。你说寒假还没过完呢，这个假期爸妈带你们上哪玩去了？有没有去动物园的小小伙伴们？你看啊，动物园这个绝对是个哄孩子的好地方，但是去动物园咱要说干看动物老感觉差点意思，是吧？哎，于是乎有的动物园就想主意了，推出来跟动物的互动，哎，能抱一抱啊，摸一摸呀，或者说喂动物点吃的啥的哈，喂食儿。这个伙伴们咱可得注意啊，让喂的东西可以喂，不让喂的啊咱可千万别喂。这两天这不就是吗，有喂出事儿的。浙江义乌动植物园的萌宠世界昨天发了视频了，说园里边的兔子死了一大批呀，怎么弄的？原因就是最近自带食物来喂兔子的游客太多了。这园里人家本身是准备给这个游客准备了啊，跟兔子互动啊，喂食的这些东西人家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游客呢可以买，买完了可以喂。但是吧，这玩意儿咋说呢，咱去过动物园的都知道，这价格反正是不太便宜啊，10块20块的，完了里边呢胡萝卜几片白菜啥的也没啥玩意儿啊，感觉也不稀奇呀。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那你那人家就是为了挣钱的，那萝卜白菜那玩意儿能值多钱，咱自己带点不就完了吗，家里都有。你看咱家这个黄瓜大葱比他那全都带着喂去。甚至有的人把家里头有点不好的烂菜叶子啥的都给带来了，一合计人不能吃了，别浪费呀，咱上那喂兔子去吧。结果呢给这兔子给吃的也挺不住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这个互动用的给这个大伙卖的这蔬菜呀，那也不是随便给的，那是按照兽医的要求来配的啊。你看就给油麦菜、白菜和胡萝卜这三样东西啊，并且呢还得按照不同的季节这三种菜比例搭配还不一样。你游客自己带来的啥菜都有，你看那兔子反正也是你给的他也吃了，但实际上吃完以后他的肠胃受不了。其实喂兔子这个啊还算凑合还行呢，
起码啊都知道能喂点菜啥的。哎，你看看这要是猴子周围，那就更乱套了。那斗猴那可真是拿啥斗的都有，这都觉得猴这玩意儿它跟人像啊，对吧？咱们能吃的他的都能吃啊，什么饼干面包火腿肠的，叮咣逮啥就给啥，就是个喂。要有人一劝呢，说你告诉你看这边儿那写了吗，严禁投喂动物吗？那喂那人还得说，你这我这也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这玩意儿我都能吃，他还咋还不能吃啊？甚至有的人呢连皮儿带壳的也都往里头扔，就觉得猴这玩意儿它灵啊，自己能给扒开，完了瞅它一给那扒开，瞅一瞅一乐，还挺有意思。各位啊，可赶紧打住！都说不让喂了，那咋就不听呢？动物这玩意儿啊，它也跟人似的，它平时有自己的饮食习惯，吃多少啥的。一到节假日了，八家游客多了，还好你也喂点，他也喂点，那能受了吗？吃坏了肠胃，动物遭罪呀。就算有一些地方允许游客喂食儿，允许喂，那咱就老老实实的喂，可别老琢磨别的幺蛾子啊。有的那人他也是，也不哪来那些坏心眼儿，他糊弄这个动物啊，逗他。嗯，云南昆明海埂大坝上，那这个可不是动物园啊，大坝上。但是呢，不是动物园，它自然生态保护的好，有不少的海鸥。你看咱们辽宁大连也有啊，就是到海边你去也有，特别好，这是生态保护的好啊，这都是野生来的。总有人呢在这个大坝上给这个海鸥喂食儿，时间一长了，这个地方就形成规模了。到滇池这边来旅游的，哎，都顺道在这儿喂海鸥，是吧？这个呢没有什么规定，你像你手里边有面包啊饼干的香肠啥这都行。据说就今年这春节游客也是相当多，平均50个人能喂一只海鸥。你这人与动物这种互动其实挺好，我估计啊50个人喂一只海鸥，估计海鸥也得撑够呛，是吧？要光是说撑够呛，吃多了，吃长时了，那还好说。有的海鸥啊，那都差点命都搭里头。怎么的呢？1月31号那天，有人就拍着了，有一个爸爸带个小男孩，哎，他不喂海鸥吗？趁着喂海鸥，海鸥来这吃食这个机会，他一反手，叭，一把给海鸥给抓住了。而且不但说抓住了，他硬把这个海鸥啊，看到没，带个瓶子，要往这个塑料瓶子里头塞。旁边的当妈的，咱说不拦着，他还搁那支招，哎，你抓翅膀，抓这翅膀啊，给这翅膀，还搁旁边支招。你说这是什么人呢？这啊，干啥呀？周围的游客陆续的发现这边情况了，都搁这都喊，你把那海鸥赶紧放了，赶快放了。喊了好几回，这仨人一看大伙都说的，终于放弃了，海鸥放走了，我估计也吓够呛。当然海鸥也是一直搁那扑腾奋力挣扎呀，可算保住一命。不是，我就没明白哈，你说你抓它干啥呀？完了还给要往瓶子里塞，怎么你要当纪念品带回家呀？昆明海埂公园的工作人员当时就通过监控录像就找着这个抓海鸥这一家三口人了。现在他们已经写了悔过书了。嗯，咱说你带孩子，小孩不懂事儿，你大人也跟着这胡闹啊，这个孩子打的什么样？这是海鸥，那是能抓的吗？你抓过去你能养是咋的？本来大伙来喂海鸥，你看像我说天上飞的地上玩的都挺开心，这是一种人和自然的互动，是吧？突然间整出这么一个不和谐的一幕，人与自然相互这种信任一下就被打破了。
别的不说吧，最起码就是被抓这海鸥，它得相当长一段时间不敢再上人类跟前来吃东西，你喂它，它不敢来了，那好悬要送命了，那给塞塑料瓶里头去了都要，是吧？那动物它也长记性啊。咱老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共处。你说咱要都这么霸道，在自然界，那就没法跟咱共处了，还咋共处啊？是吧？命都得搭理了，谁跟你共处啊？所以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互相尊重啊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咱们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其实也很渺小。啊，咱别老去聊闲聊人别人就行了啊！你老聊别人，把这生态破坏了，早晚倒霉遭罪的还是你自己，是吧？你们说呢？对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伙儿有什么想说的，微信平台可以来聊聊啊。另外，我不知道有大连的吗？啊，这个大连喂海鸥的地方是不是也是这个景象啊？也可以来聊聊啊。说说天气啊，今天咱们全省都是以晴为主。哎，各地呢逐渐是转为偏南风了，风力也不算太大，气温就开始要止跌回升啊。刚才也说，据说明天气温会继续上升，全省各地最高气温普遍都回到冰点以上，零度以上了。明天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诗涵，快给咱们详细说说。欢迎来到都市气象站，我是诗涵。冷空气带着偏北大风敲开了二月的大门，昨天温度小幅下降，今天早间温度降到了本轮降温的最低值，白天有阳光照耀哈，体感的寒冷感减弱。那现在的室外呢，寒意是渐浓了，沈阳的温度呢来到了零下的四度，好在风力是比较微弱的哈，不会太加重体感的一个寒冷程度，稍微呢会有一些干冷，大家出行要注意头部、手部和脚部的保暖了。那明天这股冷空气对辽宁的影响就彻底结束了，即将开启升温的模式。明天晴好的天气呢会得以延续，全省都是以晴为主，好阳光会从早到晚的陪伴。作为升温的第一天，明天早间还是会有一些寒冷的，抚顺依旧是全省最冷的城市，最低温度呢只有零下的十八度，其他城市呢普遍是在零下的十度左右。白天呢升温速度加快，最高温度照比今天会回升一到五度，各地呢普遍都会回到冰点以上了，尤其像大连、锦州和朝阳三地是全省最暖的，可以达到零上的四度。柔和的西南风也会在辽宁继续停留，各地的最大风力是在三到五级。整体来看哈，明天的体感会比今天再要舒适一些，大家呢可以趁着中午阳光好的时候呢开窗通风换气，或者到户外去散散步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好了，最后来看一下各地详细的天气情况。英伦之恋小米锅巴，欧洲双认证企业，国家进出口企业，黑龙江梅里斯制造，恭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无菌冷罐天津恒真源，自然酸甜，口感纯正。咳不停，痰不断，喘不顺，快找燕都医院，024-276-7676。在家就是暖暖的好舒服，21摄氏度热力风地暖机，让家更温暖。夺冠口罩，祝愿沈阳人民新春快乐。反复咳、痰、喘，可能是肺部受损，肺功能减弱，补强肺功能很重要。养无极牌补肺丸，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经常咳，补补肺吧。痰多痰黏，补补肺吧。反复喘，补补肺吧。补肺丸，补强肺功能。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喝回山，岁岁庆团圆。饮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贺岁档的电影伙伴们看了几部了？到现在一部还没看的啊，不是你这个过年太忙，行程太满，就是你太有定力了。热火朝天的贺岁电影没有一个能打动你的心情，朋友圈里头没看大伙儿都讨论开了吗？晒电影票晒年夜饭的此起彼伏，有人看完了忙着发影评，有人看完了过年都没心情，怎么回事？这不是电影不行，是怀疑自己智商不行。谁呀？网友小金呐，他就讲述了自己这两天的遭遇。春节期间，他连续看了四场电影，贺岁档啊，挨个看，都看了个遍儿。看完了呢，还愿意跟别人探讨，啊，讨论剧情。身边人数有限呢，人不够，他加入了一个电影交流群。你说这多好的交流哈！刚一进群，就感受到了友好，群主先给他发了个小红包，欢迎新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为电影狂锁定贺岁档。大伙儿在群里边讨论电影的剧情，时不时有的人呢还发红包沟通一下感情。哎呀，小金在这里边就感觉啊，跟群里头很多的伙伴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自己还合计呢，哎呀，我总算找到队伍，找到组织了，都是知音呢。进群没有几天，热乎劲还没等过呢，群主来活了。哎，大伙儿看看电影别白看啊，我这有个活，感兴趣的可以试一下。这不过年了吗？为了给电影票房再冲冲量，有一家名叫永艺影业这公司推出活动了，找到我了啊，给咱们群友发了福利。只要大伙按照相关的指示操作购买电影票，你就可以获得高额返利。过年闲着也闲着，想做点了私信我啊。这小金早都把这个群主不当外人了，都当朋友了，而且大家伙都是爱电影的人呢，他合计都没合计就去帮忙去了。之后的事大伙猜着没？你看高额返利这四个字一出来，听着有没有很熟悉？这小金先是按照指示下载一个软件，然后让他往里头充钱，说你充钱买电影票啊，先先后后充了10000块钱。等到想要提现的时候，毫无意外提不出来了，啊！再联系群主，找群主上哪找去？联系不上了，人早跑了，群主早就给他踢出群了。看找群主，拿谁都当好人，是吧？湖北的向伙伴，除了他以外，这湖北这位啊，姓向，他也是遭遇了类似的骗局。他呢先是突然间就被拉进一个陌生的群聊里头了。哎，大伙发现没？你看起因都是在这个陌生的群聊，啊，之前那是电影群，这是一个陌生群啊。然后进群也是抢几个红包，哎，就有人说了，哎呀，关注几个电影类的账号啊，只要你们关注了以后呢，就能获得返利，就给你返钱。说白了，哪有那好事？关注电影的账号就给返钱？在群里边，哎，有人还真晒出来了，哎，我关注了啊，真返钱了啊！你看看，红包啊，晒出来了。这小伙伴在群里头一看，哎呀，这都整挺好啊，我也试试吧。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也参与去了。你别说，真能挣着，真挣着钱了。哎，非常快到账了，300多块。哎呀，这家把他乐的可算尝着甜头了啊，真有不劳而获这一说啊，放心了。这一放心，欲望也跟着膨胀了。
啊，就跟那群里的有一个，其中有一个人啊，去下载了另外一个 APP， 叫什么某某，也是叫什么影视文化，就这么个名儿。下来干啥呢？人告诉他了，说你通过这个 APP 啊，你呀、啊、买电影票，你买完电影票以后呢，给指定的电影，这不就刷票了吗？票房嘛，是吧？然后系统按照你买这个票票价的40%给你返钱，看到没？又是返钱。这大伙儿都听明白哈，在所谓的客服的指引之下，一步一步的，这向伙伴前前后后往里充了多少钱啊？2868，38650，还有一个是103888，三单就充值买票，买电影票花这些钱。但是也是等他准备说，我差不多我要提现，要提现的时候，完了，告诉他了，操作失误，账户冻结。怎么解冻啊？需要充值20万。哼，这时候到这儿，这位姓向的这向伙伴才反应过来，不对劲儿，报警吧。这个啊，不光是刷电影票房的骗局，还有什么就是以这种低价购买电影票啊，这种虚假广告诱惑你的，啊，套路都基本一样，就是可能说法不一样啊。这帮人呢，一般是往往先利用什么呢？低价买电影票这种诱惑、引流啊，人有这个心理是吧？一看都图便宜进来了，然后给你拉进这群呢，群里就进行精准忽悠了啊。就像刚才咱讲的，让这些被骗的伙伴们挨个下载，他们那些 APP 都他们的诈骗 APP， 所以轻易不能下载那种陌生的 APP 啊。这大伙儿也都看明白了哈，其实这是啥呀？说了半天，这不就跟那个刷单那个骗局差不多吧？这套了个时髦的外套，这回是给电影票刷票，一个意思，换汤不换药。这个啊，过完年儿，咱就算头一回提醒大家伙儿，一定一定提高警惕，不能相信任何这什么那种需要先往里充值，完了给你高额返利的这所谓的兼职、所谓的任务啊，就这个事儿，这种行为，首先它就属于刷单啊，本身就是个违法行为，嗯，这就是见不得人的事儿，也咱就不能干，也不能轻易相信所谓的什么玩意儿超低价给你购物或者给你返利，因为那些个根本不可能，很可能就是不法分子引诱你进入圈套的一个说法。所以各位啊，咱们提高警惕啊，不能随便占便宜，没有那些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记住了啊。一分一秒铭记着奋斗的激情，一时一刻写就了坚持的热情，日历翻阅间，时光在奔忙中流逝，四季更迭中，梦想在追逐中起航。一条精彩视频，一场鲜活报道，和你分享生活中的大事小情。你为生活总有无奈与不舍，依旧向上。我守护你，总有感动和难忘，常在路上。好身体是基础，好心情是幸福。你的生活里偶尔有我，我的岁月里全都是你。坚守信念责任，何惧雨雪风霜，肩负使命担当，更应出力图强。新闻有力量，生活有希望，关注热点话题，解决生活难题，感受时代的脉搏，捕捉烟火的清香，共筑内心的温暖与美好，日子天天过，天天都有乐。岁月常新，美好常在。2023，看见更美的都市，遇见更好的自己。都市频道2023年新年台历正在火爆派送中，关注各个栏目。
这两天啊，有小伙伴在微信平台上给咱们留言，说呀、啊，家里边这老房子，厨房位置可能小，不知道这样的样式能不能安装净水器啊？告诉大伙啊，甭管你家是老楼还是新房子，只要你想安，都能安得上。沃克净水器呢，会派专业师傅上门给大家伙设计，然后什么龙头、管件、配线设计、安装这一系列，全都是免费的。原先说水不烧开不能直接喝的，烧水有味儿有水垢的，这回不光拧开水龙头能直接喝，水垢余氯什么细菌杂质微生物都给过滤干净，而且赠品也很给力啊！沃克智能速热机，手指头一点，轻易就轻松出来热水，直接出来想要的水温啊，要几度喝几度，喝着非常方便。要说这个净水器呀、啊，应该是家庭必备的家用电器了。因为水天天喝呀，喝水的时候里边要有杂质，烧水水壶一层水垢，喝着它也不放心。沃克净水器让咱们是免费先安装到家，试用15天，试用满意了留下来可以分期付款，1个月199块钱，13个月还完。如果说试用了不满意，二话不说，1分钱没有不要，拆走啊，1分钱不收啊。而且呢，买一台净水器还送一台沃克智能速热机。要是这个速热机功能非常全，刚才说2秒钟制热，4档的温控，在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内下单，花平时一样的钱就能把净水器和速热机这两样大件都带回家啊！抢购热线记好了，400-024-3588，400-024-3588。来吧，下边看看微信平台大伙留言啊。小元宝这伙伴说，刚哥过年好啊，这个投喂食物啊是一种对食物和这个跟动物近距离的互动，但是一定要提醒要控制人数和对这个投喂人呢告知的这些义务，不然的话环境不光是自然界的，还是咱们自己的家，宁可远离眺望也不能去打扰它。对，因为之所以能来这么多的海鸥哈，大家能有这种互动，这就是互相信任的一种表现，那也是良好生态的一种体现。所以说有这种个别人，咱们一定一定的啊，要给他这个警告，让他不能再这么做了，是不是啊？这属于破坏咱们生态环境啊。好了，大伙儿还有什么想唠的，微信平台等着你们啊。经常出门的大伙儿可能都知道，坐车呢都是人等车，没听过车等人的吧？下边江西这位男伙伴趁高铁临时停车2分钟的功夫，也不烟瘾怎么那么大，下车抽口烟，结果把自个儿给撂到站台上了。前两天江西宜春高铁站站台，列车车门关闭的一刹那，站台上一男子急忙把手上的烟扔地上，一边踩灭烟头，一边央求站台上的工作人员。可眼看列车缓缓启动，男子急得直拍大腿，下车抽了口烟的功夫，把自个儿给撂站台上了，手机、行李、车票全在列车上。站台上的工作人员也是爱莫能助啊，旅客伙伴也紧着挥手让男子放宽心，车上东西指定丢不了。可人没上去车是真耽误事儿啊，大过年的遭遇了现实版的人在囧途，而罪魁祸首还是手上那根烟。网友评论，都是人等车，没听说车等人的。高铁临时停靠时间都短，抽烟的伙伴坐高铁还是忍忍吧，光瞧着就让人捏把汗的。还有下边这一幕，1月30号那天，湖南一小区电梯监控拍到的画面挺吓人。只见一个小男孩掏出打火机，顺手就点着了广告牌一角，之后扭头离开电梯。眼看火苗紧接着窜起来，狭小的密闭空间啥都看不清了。先是闻到烟味儿，很快又发现了明火。居民伙伴们发现火情，一边报警一边联系物业，万幸救援人员来得及时，火很快被扑灭。调出监控，熊孩子电梯里干的事儿看得大伙头皮发麻呀。消防人员找到了放火的男孩和家长，中心思想一句话，水火无情，孩子得管，事关安全，咋强调都不为过，绷紧这根弦儿。
也是30号搁电梯里发生的事儿。回家开门取东西，就这功夫，3岁的女儿转眼不见了，可把江苏这位孩子妈给急够呛啊！门没顾上锁，跑出来找孩子。楼道监控拍得挺真处，小家伙其实早就进电梯，自个儿下楼了。当妈的慌不择路，直奔楼梯间儿找孩子，母女俩彻底走两岔了。画面瞧着让人干着急，可没多会儿电梯的门又开了，孩子被人给送了回来。原来小家伙碰上了邻居，细心的女伙伴一边哄着一边劝着，把小家伙高高兴兴哄回了家。事后孩子妈看了监控，感动得不行，带上小家伙登门来道谢。网友点赞，有好邻居就是有福气呀。接着说新闻，本溪市明山区牛心台镇的赵艳芝伙伴啊，这个年就没过好。别人家过年都高高兴兴的，他过年在家跟老伴儿俩人抱着哭。他说儿子2个多月之前出门打工，跟家里边就断了联系了，连过年都没回家呀。现在儿子是人见不着，电话也打不通，干着急呀。过年我都没过好，我想孩子，可想可喊想你了。哎呀，我成天哭，他爸也哭，完了，关家爸俩邻居说别哭了，你还是会回来的。他说儿子叫孙兆莹，今年33岁，一直在沈阳做汽修方面的工作。去年11月17号，我儿子说跟他老板上山东济南去干活去，说上山东济南，11月17号给牛心台坐车上沈阳，给沈阳上山东济南。他说自个儿的老家是黑龙江的，现在一家人在本溪生活，儿子没结婚，平时一个人在沈阳打拼，偶尔跟家里联系。25号我给他打电话，他说的买花5000块钱买个手机，买的棉袄，买个毛衣，手里钱不够了，我让我给他打200块钱，我又给他打200块钱。他说儿子虽然不咋爱说话，没事儿也会跟家里报个平安，可这回去了济南之后，就说啥也联系不上了。12月6号就连接不上了，一直到现在。这打电话不接吗？打电话不接，交钱就是关机，不交钱就是停机。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说自个儿还以为儿子在外边没钱了，交不上电话费，他给儿子的电话里充过钱，可电话到现在也没开机。他和老伴俩人一商量，上个月到山东济南报了警。派出所说的，你这孩子问我多大了，我说33了，你这孩子正常吗？我说正常，正常人33了不应该走哪去呀。我说你给我查一查吧，这还上哪去了。他给你查，他说的你家孩子，我说给11月17号给沈阳起票上山东济南，11月30号又得返回沈阳，这就没有信息了。他说最后的线索显示儿子是去年11月30号回的沈阳，现在人在哪儿，为啥过年不回家，为啥一直不跟家里联系，他心中有太多的问号。我儿子从来没有什么事哈，我就担心我儿子被人给拐了骗了，担心，我就希望马上找我孩子，找到我孩子，不让我孩子在外头那个像失落，知道吧，不让他就赶紧回家。孩子不好找，没有给你，没有给你，打一个可以打，没路费呗，没路费，没路费。儿行千里母担忧，2个多月联系不上，当妈的现在是愁上加愁，她想拜托伙伴们帮个忙。我儿子叫孙兆莹，麻烦大家谁要认识他，过来个线索，我必有酬谢。咱们也希望这位孙兆莹伙伴啊，看着新闻能赶紧跟家里联系联系。你不管碰到啥事儿，你电话也不能关机呀、啊，不能跟爹妈不联系呀、啊，是吧？也希望其他的伙伴如果有这位孙兆莹的线索，也跟咱们联系一下子，024-2318-6688，急人所急啊！先谢谢大伙了。好了，今天咱们就先唠到这儿，明天晚上5点整咱们接着唠。这里就是我的家，数九弄洞叫雪花，小伙伴们爱说话，你家就是我的家。勤劳的人们洗刷刷，风吹杨柳哗啦啦，不愁不愁小